今次嚟到牙龙路呢边食一个马来西亚巴新沙煲肉骨茶，睇啲价钱先。嗯，都唔系太贵。咁啊，细嘅肉骨茶咧都系7.5嘅啫。嗱，睇下就系呢个啦。见到师傅，哇，即刻咧同你喺个沙煲度滚啊！哇，滚到咧就系火都起埋啊！好好味，好正，睇到都好想食啦，已经系嘛？料咧都十足噶。嗱嚟啦，巴新沙煲肉骨茶。哇，你睇下7.5新元嘅细版，喺新加坡多数都系食到胡椒汤味嘅肉骨茶，但系呢度咧就食一个真系巴新嘅肉骨茶。如果中意呢条片嘅就请 like 我，同埋 subscribe 我 SNFT 呢个 channel， 加埋揿埋个钟仔佢。